我是胖丫。今天听我经常在河边捉鱼的二叔说，在河边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洞，不知道里面藏的有什么东西。他说要我来看一下，现在我们一起去河边找一下吧，走吧。把东西先放在旁边，我们先去找一下那个洞口。听二叔说的位置应该就是在离岸边上不远，现在我们顺着这个岸边一起找一下。去，还有一只，啊，过去。